来一个稀有妆容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please keep on watching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也开始用痒痒喷雾。然后，这个是我昨天在中哈边界那个自贸区买的。对，这是我在哈萨克斯坦买的。我出国了耶！因为现在还是很晒哦，简直了，所以我是还用了一下痒痒喷雾。国际惯例，喷唇膏。现在是新疆下午5点，太阳还这么大，然后防晒霜也要涂，一定要大量的涂。我不用气垫 BB， 我喜欢用粉底。然后但是我会用气垫 BB 的海绵。我用 Beauty Blender 之前呢，我还喜欢用那个气垫 BB 的粉扑的，因为它不吸粉，就不用像 Beauty Blender 那样蘸水使用。十号色对我来说实在太深了嘛，之前有讲过，因为那个我那里那个色号缺嘛，我就只买了10号，好像是最浅的，没有买到15号，所以我会蘸取这三色盘里面的那个粉色，然后遮下眼圈，就调一下。之后因为浅色，用浅色嘛，因为浅色真的很尴尬，快没有了。遮一下鼻子，顺便打亮，然后蘸上点黑的地方，就是深色，蘸上深色遮鼻头，因为我觉得我鼻头用浅色打亮以后会异常难看。之后这里的红血丝也同样以用浅色蘸取深色，说实话浅色真的快没有了。然后再仔细检查一下周围有什么需要遮瑕的地方。好，一张惨白的墙刷好了，怎么办？这新疆特别干，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快要卡门了，怎么办？上喷雾。这没有办法，你想妆容易湿润的话就是要喷水。这个其实不是让你用来定妆的，它不可能定妆，上面都没有定妆的方法，我都是拿来卸妆的，但是因为没有带任何定妆喷雾，所以凑合吧。之后拿出你的粉饼，剃刀，所以不能修眉毛，所以有点心烦。晒死了，天哪，哇，刚才在那里快要晒死了。今天是妆容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了。首先出门在外，你
不想用那个，不想戴那个眼部打底怎么办呢？就用那个你用的固体遮瑕，像那个眼部打底一样涂满你整个眼睑，用手晕开。之后呢，拿出你的一支眼影刷，拿出某稀有牌，对，某稀有牌，用最浅色，用最浅色定妆。然后取一个肉粉，画在前二分之一。取稀有色，取棕色。然后，因为你只带了一支刷子，强行清理这个刷子，然后开始晕染。之后拿出 ColourPop 的 Tea Party，蘸取之后，好，我们现在躲在窗帘里面，你没看见。眼妆呢，也就这么完成了。那个眉毛，我虽然很想盖住，但是没有办法了，因为真的没有修眉毛。然后你画好了眉毛之后，染眉膏一上去，你原来的眉形就上出来了。看到没有？这里是我这一圈是我画的眉毛，然后这里是染眉膏染的眉毛。我觉得我会被喷死这个眉毛。好，我们之后要干嘛呢？修容。拿出你的刷子和你的修容粉。因为太热，躲在窗帘里面真的是。最后我没有，因为节省空间，我没有带高光过来。我觉得最近的这 ColourPop 它真的，它不是那个特种浅色的那个眼影，但是它特别闪，它完全可以那个当做高光来使用。我给忘记了，我在那个哈萨克斯坦还买了 NYX 的高光。ColourPop 这个眼影粉定下妆。好了，我只想凉快一下，因为真的太晒了。这
就是选择之一入画中的蜡笔小胖。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啊？今天的妆容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教程的话 ，please give this video a like and please subscribe my channel。然后在 B 站的同学，请多多留弹幕。然后，如果喜欢的话，那就投一下硬币吧。然后 ，I love you guys and I will see you in next video。拜拜。